今天雨终于停了，下了好几天。朋友昨天把我快递带回来了，我去拿一下快递，顺便给他带点好吃的。这些东西他肯定没有吃过。思琪，思琪，江大哥，我这两只猫好聪明啊，天冷了每天都抱着一起睡。我们做酱香饼这个酱料啊，不能放孜然粉，孜然粉的口感和味道没那么好，我们要拿整个的孜然给它捣成颗粒状。大家做这个饼的时候可以做大一些，然后给它皱褶，弄点皱褶出来，这样吃起来口感要好很多。
外酥里嫩，非常好吃。特别我这个酱料做的跟外边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，特别好吃。然后这个饼的层次感非常的多，洋芋的口感非常的爽。